嗨，各位，我是栗子，我是个驾驶爱好者，也是燃油车的绝对拥趸。但最近我试了很多的电动车，极客001、小鹏 P7、福特 Mustang Mach E， 这些车都有一些类似的特点，比如说售价都在25到35万之间，比如说他们都真的很有驾控乐趣。而今天我来到浙赛，是一台同样有这样特性的车子，它来自于 Polestar。之前我开过 Polestar 1，那台车很有乐趣，但是有趣的灵魂真的都要那么贵吗？我不觉得。所以今天来到浙赛，我要试 Polestar 2。这台车我相信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来自于北欧的纯正的驾驶乐趣。在极星的车型上面呢，都会有一些家族式的设计，比如说这个金色的元素，金色的卡钳来自于 Brembo 的前四活塞，金色的减震器来自于瑞典电陶机品牌 Orlins， 2寸的锻造轮毂上面呢有一个金色的气门芯嘴，在车内呢有金色的安全带，我们开始吧。好，我们先来讲这辆车动力表现的部分，冲大直道，75已经180了，这个速度非常快，加速很足，前后双电机四轮驱动，重刹，好，关于动态驾驶的部分呢，首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动力和它的制动力。这台车前后双电机，而且动力输出值是一样的，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50:50四轮驱动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它的加速感受呢，就是数据摆在那儿，它的最快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是4.7秒，其实这个数据不是特别的激进，放在现在很多相似价位的一些竞品啊，他们可能都是三字头的加速，所以呢在这个上面无论是看起来或者体感上面，它的冲击感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呢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中后段的储备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刚才我从 T13 下来掉头弯，一直14:15冲到16重刹，它的极速超过205吧应该，但是整个过程它的推背感都是很强烈的。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动力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够用了，但是你要追求更多的刺激的话，那这个车它可能真的就停留在了 4.7 秒的破百时间里面。那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要好评的，就是它的制动力，这套来自于 Brembo 的刹车和我以往试过的很多的民用车上面的 Brembo OEM 的产品真的是不一样，给我的感受是我很喜欢。为什么我很喜欢？它的初段完全不像印象中 Brembo 的感觉，它的初段踏板很实，然后呢它的制动力给你也很厚实，所以虽然踩的行程不长，但它的制动力非常的有效，很有信心。那么它的中后段又保留了 Brembo 有的那种线性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刹车几乎就是继承了我对刹车美好的幻想。它有 AP 那种很快很实的初段，它又有 Brembo 那种很线性很持久的中后段，完美，非常完美。而且刚才暴力驾驶了好多圈之后，这个刹车的衰减都是不太明显的，所以这一点真的要很加分。它完全已经是装了一个超过这台车日常代步需求的，远超过于这个需求的一套制动系统。好的制动能够让你开得更快，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很放心的在赛道上面去豁这台车子。好，接下来呢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关于这辆车的乐趣，我们来讲它的车身的动态。这个会有几个部分来构成。首先呢转向，我是更倾向于用这个标准的转向，我觉得它的这个重力它的回馈都是非常舒服的，所以也不必去追求那个最重的那个感受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减震器， Orlins 提供的减震器，除了 Brembo 之外， Orlins 是这个车上面硬件部分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它有22段可调的双流阀，然后呢你通过前后不同的这个段数的搭配，然后再加上前后不同的胎压的搭配，其实可以让这辆车在就是弯道里面它的动态会做得非常好，也就是说前面抓一点软一点，后面呢抓地力小一点硬一点，这个车弯道动态非常的舒服，非常的不像一个50:50动力配比的一台车。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它的这个低重心也好，它的前后的这个重量分配比例也好是有关系的，但总之反馈给我非常的爽。
但是呢，关于这个减震器啊，也有一个就是祖传的配方，就是它始终是手动调节的，只有在你停车的时候才能去调。你可以去不断的摸索那个最好的状态，但是其实对日常使用来说，这套减震器它等于就是不可调的，你没有办法在开车的时候任意的按一个按钮，把它从软变到硬，去适应不同的路况，你不同的需求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很善意的理解为这就是一种原始的机械减震器的它的仪式感，可以。那最后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ESC 的感受，这台车它 ESC 最多就到运动模式，它并没有 off。所以当我以这种循迹的方式进弯的时候，它反馈给我的感觉是车尾是有滑动的，而且呢这种夸张的动态并不是说赛车手或者那种高手独享的那个瞬间。我觉得即便像我这样有一些驾驶技术，我都可以在进弯的时候通过刹车去控制它的速度，控制整个车的载荷的转移，让这辆车丢进弯中然后车尾滑起来。我觉得这种是更多人能够享受到的快乐，是这台极星二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因为买这个车的人肯定不都是赛车手，不都是高手，他更多的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能够开这个车去豁，去享受到乐趣，其实是这台车他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但这辆车给到我了。但是呢，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就是它的 ESC 不能全关，它只有一个 Sport 模式。所以当这辆车甩起来之后，我以为我能够去获得更多的时候，它会以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把我给停下来，它的介入不会很突兀，它会有一个线性的感觉，让你把你的心收下来。我可以想象一下，这台车如果真的有 ESC off 的状态的话，它在赛道里面那种车身的动态响应，真的会比像那种比较倾向于后轴动态的四驱钢炮，类似于 A5S， 类似于福克斯 RS， 一定比那些车都要好，而且更容易获取，而且你会更有掌控欲。所以我觉得这台车，你让我说有什么更多的好的建议可以提，或者说我想要更多的，第一个，我希望再多一点点的动力，还有一个三点几秒的加速的感受，这个是电车应该很容易能够做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 ESC 能够彻底解除，让我们能够获得一个 ESC off 的状态。在那样的状态下，我觉得真的只要工程师稍微动一动他们的手指，开放这个限制，会让我们这些喜欢驾驶的人真的是在弯道里面在赛道上笑的就像18岁刚谈恋爱的时候一样，真的就是很快乐。你看这个弯丢进去，反打，哦，再来再来再来啊，哇，可以想象如果 ESC off 的话，那个弯我就是王者。致敬了。好了 ，Polestar 的体验就到这里了，依旧是那股浓浓的 Polestar 的味道。那什么是 Polestar 的味道？我觉得就是那种不从众，自己明确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的这种态度。其实这个是需要内心足够强大的。为什么这样说？这辆车其实驾驶起来它的均分很高，但是它并没有那么的锋芒。我所谓的锋芒，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认知到的，电动车要什么？要足够快的加速，要足够长的续航，或者要足够先进的驾驶辅助。极星二好像都没有，但它凭什么？它凭的就是当我们用更多的驾驶技术去挖掘它的时候，它始终能够给你更多的驾驶乐趣。我觉得这个才是汽车之所以为汽车它最有趣的地方，你懂吗？车是有温度的，车绝对不是一个工具而已，但这辆车让我感受到了温度。虽然它没有引擎的啸叫声，但是在弯中的时候，轮胎的啸叫，车的摆动，我的笑声，这才是我喜欢驾驶的原因。这台车呢，就是 Polestar 2的官方魔改版本，它是参照了那个古德伍德爬山赛的那台车啊。那它做了什么改变，其实都是喜闻乐见的。比如说呢，它的动力增加了，它的 ESC 的这个禁忌解除了，然后呢，轮胎直接从 Polestar 1上面搬过来的21寸的轮毂，前275后295的轮胎抓地力足以的保障。
宽体，然后呢更夸张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其实这台车我觉得才是 Polestar 中的 Polestar， 还是蛮期待有没有机会试一试的。